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回来方舟生成进化，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呢，我们来玩我们的神奇宝贝模组啊。今天这个神奇宝贝模组又更新了一些新的神奇宝贝啊。那看到各位很多人一直不断的吹大风吹什么神奇宝贝模组哪时候要拍呢？我想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啊。并不是我想拍就要拍啊，因为这种东西啊，你也是要跟作者的模组有没有更新有关联性啊，好不好？就好比说你们今天写作业了啊，然后你们已经把今天的作业写完了，然后呢，你妈妈还问你说，啊，你明天的作业呢，还不赶快写？可是老师没有把明天的作业派给我，我为什么我要怎么写明天的作业？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好不好，各位兄弟，动一点脑筋想一下吧，好不好？很多东西不是说你想要就会有诶，他们要不要给我也是要看他们要不要释出新的更新档啊，好不好？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神奇宝贝模组更新了啊，我们更新了之后呢，啊，我们可以去就是找一些新的恐龙，还不是恐龙，新的神奇宝贝。那我多了什么新的神奇宝贝呢？其实呢，好头好像也不太了解，因为我看它上面一大串英文看不太懂。那我觉得啦，应该先去草食岛啊。咱们到草食岛之后呢，可能会有比较多新的生物哈。我们看一下在哪道，对，就是草食岛。OK， 我们先到草食岛一趟好了。那再看草食岛有什么，那稍微收刮完毕，我们再考虑看要不要去别的区域看看。啊，等一下，等我一下，我们走。来来来。啊，那这神奇宝贝生物，据我所知，大概多个四五种左右吧。啊，会不会有什么？会不会有 XY 世代的新神奇宝贝？我就不知道了。而且，就算我看到了 XY 世代的神奇宝贝，那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字，好不好？说真的，欸，那什么东西？哇，我被攻击了！欸，这是富杰龙吗？欸，那是什么？彩虹小马哦。欸，我第一次遇到阿法的富杰龙，欸，好酷哦，喔，欸，彩虹小马，欸，那什么鬼东西啊？我被致盲了，看不清楚。哦，还是多什么？欸，不用看啊，杰尼龟啊，欸，杰尼龟，欸，哇，多了一只杰尼龟，欸，来来来，杰尼，烧卡哇伊，啊，这应该是更新，欸，那个就是什么啊？小火龙，欸，你们两只都出来啦，啊，御用三神奇宝贝，御用三种神奇宝贝，就是那个最早的御三家终于出现了。好，来来来，一只一只慢慢来，来我们把你们带回家。So kawaii！ 啊，你们应该都是吃果实的吧？啊，神奇宝贝生出来了，太好了。啊，哪有人小火龙吃果实的啦？怎么看都很奇怪，欸。好，血有点少，172滴。这种感觉就像嘟嘟鸟体型的，你知道吗？欸 ，What happened？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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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欸，你们是在凶什么，啊？让我上去！你不要打我们家的恐龙！欸，你们太凶狠了！完了！我的杰尼龟跟那个嘞。下班了，哇！小火龙居然喷火焰烧它，欸，哇！看不出来还有这个能力，欸，好酷哦，喔！哇，那这样照这一场景来说，我们就要攻击它好了。啊，抱歉，欸，回来啊，欸，等一下，它弹那么远了，啊，我的老鹰飞过去了 ，Oh my god！ 等一下啦，这不是我的用意啊。请你回来好吗？哦哦，彩虹小马，彩虹小马先走开。欸，我另外神奇宝贝去哪里了？找到了，在这里。你们两只呢？先把你带走好了。来来来，跟着我走。哦，我好像还可以抓起来，是不是？来，把你们带到这边来再说。然后你先不要跟着我。天哪，这太凶狠了吧！我想看喷火龙喷什么样子，欸。哎，好可爱哦，他们走路好可爱哦。来，
打他。哎，我不叫你不要跟来了吗？你不要跟来了，你去远一点的地方了。这什么啦？哎呀，弄死他！不要跟来，不要跟来，我只要做个示范而已啊。是不是按错他们都会乱跟啊？来，那边有一只喇叭牙，看见了没有？啊啊，阿根廷会不会跟来了？叫喇叭牙，我们去攻击这个喇叭牙。咋？哦，破坏火焰！哦，哈哈哈 ！Oh my god！ 哎，过来啊，大哥，你冲到水里这样不对啊！我的那一只不听使唤，它只是倒头栽在那边嘞，听话好吗？回来！天啊，我觉得呢，我按的那招是所有恐龙都会攻击的。算了，我觉得，我先把这两只可爱的生物带回家好了。啊，先把他们带回去再说。来，过来这里。然后呢，你先停止跟随。来，把他们传走。哦，先出来。哎，啊，有了啊，还有一只没有传到，太可惜了。过来。好，我们先把这可爱的小火龙跟杰尼龟啊带回家。乖，就是这样。拜拜。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找哈，看看到那个杰尼龟跟小火龙，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要看那条快乐马是不是？那个什么神奇小马？这里怎么会有神奇小马人呢？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来来来，这只小马我也要了。啊！他把它咬死了，好不？哎、欸，你可以不要这么凶吗？我是帮你设定被动好了。哎、欸，你把快乐马咬死了。好，这只快乐马是我的了。啊死！你怎么长那么奇怪啊？这什么东西啊？这应该是 XY 第四代的那个恐龙吧？那个神奇宝贝吧？长得太特别了吧？我想可以骑吧？可以、欸，可是负重了，哥负重了。有没有补血？有没有那个补经验值的、啊？好像没有、哦，算了，完全没办法试它的威力如何。哎、欸，我卡住了，救命啊！哎、欸，那是什么？等一下，这里的东西越奇怪了。来来来，这只我也要。哎、欸，跑去哪里了？哎、欸，等一下，他跑去哪里了？他跑这里，这只也是神奇宝贝。将食物放入右边，这可以不用晕，也可以只用喂的、啊。我们试试看好了。哎、欸、呀，不是吃肉啊，果实呢？哇哦！他凶了，他攻击了，算了，我还是把你射晕好了。哎、欸，这家伙是用喂的，他不是用晕的。哦，完了，他再也不会醒来了，去吧。抱歉了，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带你回家。那、欸、搞不好吃果实的哈，我们徒手挖一下果实好了。果实哥在哪里？完了，这里太偏僻了，没有任何的丛林可以让我挖果实。哦，前面有一点啊，啊，就这里，非常好。OK， 我们走吧。嗨，快乐马，你到底可不可以升级？哦，可以的。哇，这样点不够啊，可以再给我多一点吗？啊，而且你有只有左键攻击而已啊，好吧，你也只有左键的功能而已。啊、哦！而且你下来的时候还有卡住，你真的是，来，哎呀，弹飞了，抓到了吗？没有，再一次，有，这次应该是有了吧？嘣，好、哦，有，我们把它带回家好了。哦，又一只快乐马，好多快乐马，天哪 ！Happy Apony，Happy Apony。哈密阿波尼啊，超多快乐马了！天哪、啊！哈密阿波尼，哈密阿波尼。所以说呢，现在更新呢，我们遇到第三种啊，就是快乐马啊，然后还有小火龙跟杰尼龟，杰尼，
啊，不知道会不会有喷火龙也说不定，我也不晓得。啊，其他两只走很慢，有没有？你看，烧卡哇伊，哎，这只血怎么那么多？哎，为什么这一只血，这一只115级，然后这23级，天差地别，哇黑盆，哇，咱们的杰尼龟原来这么的猛哦，哇，快来 ，Lucky 来，快过来，乖，哎，乖，就这样，好，我们走。这次咱们去空岛稍微看一下啊、哦，看一下空岛有没有多一些新的神奇宝贝啊。找到我们咱们骑那一只，吸不吸？看一下我们在这边看到谁啊？啊，一来到这边下面就有一只，这是什么？啊，原来又是你啊，卡在那边的，抱歉，一堆泥多厚，泥多厚啊？泥多厚不是粉红色的吗？应该是没记错，应该是的。啊，应该又是大岩蛇。那，哇哇，各种类格啊！天啊，好卡好卡，卡死人了！哎、欸，我掉下来了。好 ，Oh my God！ 不要这样子，有话好说。啊，卡死卡屁哦！哦，天啊，这游戏还撑得住吗？我觉得我决定要往上飞了，太危险了。没有，看到好多大岩蛇啊、哦！超多大岩蛇的，哎、欸，你确定这是你的叫声吗？为什么我听起来像是霸王龙的叫声？是我错觉吗？还是说这边真的有一只霸王龙？没有啊，好多大岩蛇啊！哦，原来是南方巨兽啊，这边南方巨兽龙，把你用死好了。哇、哦，叫一下晕了，看我塞他妈之力！物理啊，那物理啊，哦，塞他妈之力把你打飞，好你家在我会塞他吗？不然呢？走来，看来空岛也没多什么新恐龙啊，我现在是没看见哎、欸，只看到一堆野人部队，然后跟一堆大岩蛇在那边，你来你弄我弄大家弄这样子，啊，哎呦，什么东西着火了？哦。牛龙着火了，还是那个异、啊、特龙忘记了，好、哦、这异特龙啊，走开！哎，卡了，哎、欸，空岛没有东西哎、欸，非常的遗憾呢、欸啊。算了，我们回去好了。果然空岛是没有东西的，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空岛新的神奇宝贝。啊，咱们只要找到三只而已。不过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呢，更新一定会越来越多的，我们敬请期待好了。好啦，我们今天的神奇宝贝模组就先到这边啦、哦、我们目前为止只找到三只啊。那据我的了解，官方那边还有大概3-4只左右的哦恐龙啊、哦，不是神奇宝贝还没有找到。然后呢，为什么会有海中的？为什么会有海中部队啊？天啊，我不能理解啊！算不管了。OK， 那么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啦啊，咱们呢就是算是半顺利的，就是抓到其他的神奇宝贝，我们还有一些没找到，我们可以下一集找。好、啊，哎，我很讨厌这些月月，你知道吗？莫名其妙哎、欸，可以不要这样这么的莫名其妙吗？啊，哎、欸，他在水里不能移动是吧？好，可以。搞什么东西？弄死你！我告诉你，摇才12滴，耶、yeah, ，非常好。耶、yeah, ，这是快乐嘛？可不可以跳？可以跳，非常好。好嘞，那我们今天很成功的就是抓到这几只啊！哎、欸、啊，我的啊，杰尼龟在这里。哎、欸，我的大岩蛇被攻击了，会不会死掉？我的大岩蛇。好，我要去拯救他一下好了。我的下一集找时间把所有恐龙都放在城堡里面好了，好不好？真的，我是这么觉得啦。不要欺负他，这我的东西，莫名其妙。OK， 好了，看一下啊、哦，这就是今天的战利品，呵呵，有没有？说卡哇伊，肥滋滋的啊！可是我觉得就是有点违和感就对了，因为跟方舟的恐龙再配上这种可爱风的模组，其实还蛮奇怪的啊。那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或者下方留言。我是老头，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